大家好，我是东宝，今天给大家看看我家粪桶种出的苹果，那简直太漂亮了。大家看看啊，这就是粪桶啊，也到了耕田的时候就要靠它挑粪了、啊。这冬天是送苹果、啊，大家看看这个苹果漂不漂亮，又大又好看。哎，中间这儿泛白，就是有点老了再多。旁边这几朵啊，就是刚长的啊，长了大概一个星期，这个都是一两个星期了，这个长得好慢啊。天气冷吧？嗯，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盘这一坨啊。完全够了，估计都有一斤多这一坨。这坨小的就给奶奶留着，等它稍微长大点啊，可以把它弄出来。稳着点。咦，别破坏掉了。啊，看一下啊，这坨苹果是不是有我脑袋大？那有了。看一下，我再竖着看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苹果长得太漂亮了。哎，再看一下下面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个层次感很强。哎，上面就有个很大的洞，这个看起来确实很有美感。哦，我们现在洗下去啊。趁着我爸在家啊，就把一锅炖了。这像不像一个宝塔？像不像像李靖手上那个宝塔？迷障灯啊，迷障灯。那障灯嘛，那脚有没出动出动的？你确定迷障灯？迷障灯都毛毛白的了。迷障灯了，我都感觉有点辣的。你他可能这种就是粉桶里面营养价值比较大，他长得比较那个啊。超长化肥。对，这么完美的造型，我即将破坏它。有点舍不得。够了，这个造型太美了。这朵是巨无霸最大的一个朵。为什么同样的菌种种出来的那个苹果不一样？生长环境不一样嘛。老师早上你吃了这种类型苹果，哼哼，哎呀，小时候都说还没长到最大。哎，但是中间已经长白色的了。嗯，要不要这么一朵朵煮，一人吃一朵完事了？你开玩笑吗？这么大朵，我现在把它撕碎一下，煮起来入味一些。哦，我这个把杯是好大啊。这个还挺厚实的。嗯，这一朵有点夸张。啊，好，完工。奶奶，朵朵来。今天用新鲜排骨炒。往水冲一下。苹果下锅。把你把它吃掉。爷爷这回。大蒜。你这个都不用刀了呀。哪个？够十二。它这大只。够十二，再分动起来，再分动以后就有点好吃了。你干嘛结婚？粪桶菌。娘，我种这个冬菌的时候，粪桶没洗干净。应该洗干净的吗？哪儿干净？洗干净的。别换！他就换土了。爹，好吃没？好吃。都混下很好吃嘛。嗯。这粪桶菌也好吃。用纸做，用纸做，这灰这大。我们这比香菇平时好吃。对，香菇吃了它就辣的。对，味道的。跟香菇它，这里的香菇它也适应什么味？现在所有蘑菇我估计就是虫菌，研究不出来怎么种植。啊，那香菇嘛，搞点包装嘛，那个很难吗？就是因为难，所以才种不成功啊。对啊，那个虫菌要是研究出成功，那个如何？上你吃冬菌去，你看我吃了这么多。我今天尝过别的，我。啊，看这吃的尝的了。啊，你等会儿，你看你来这个，你顺带就来这嘎一块子叶子。不吃菜。不吃蔬菜。他只要嘎嘎。他是吃肉。对不对？哎，找你。俺来这吃怎么太少了？是吧？你看那，看那，看那。豆豆大客，你给我焖茄子了。你问小胖啊。看小胖。小胖晓得些，我跟你讲。小胖跟着来再跑啊。他那是我爸。一辈儿两辈儿我也不理解，那豆豆是第五辈儿的。嗯。最久的一次是出去了两个月吧。一个多月，差不多两个月。这么快，咋了？咋的了？小唐，小唐兵呢？五十多天，就是这个大盆子装一盆子，我就吃完，反正。那你让我大拇指了。啊，装这个米嘛，装这个吃嘛，大腿上放到吃完了你。你吃了好吃没？不吃。我不好吃。好吃。老味。真假的？嗯。
刚两刚起不圆吗？你看了？这肚子里面也可以吃可以。我吃了，我舒服。它厚嘛，它就我感觉上面的泡沫上面的东西好吃一点。啊，确实，口感不一样。没呀，这搞了泡的时候。你们给它撒点粉。搞点毛是水。你们撒点粉吗？哦。上边口感是绵的，这边是脆的嘛。嗯。香芋泥。好，我们这试试来，拜拜。